我要跟女老板共用浴室。放水的老板。啊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试试水温呢。你试水温，你用手试呗，你上脚干啥呀？我也得洗啊。这是我给我自己放的水，你洗，你排队去。那我插队不行吗？啥啊？这池这么大，咱俩一会儿洗不正好吗？你喝多了吧？我没喝酒，我认真的。不是，那咱俩不能搁一块儿洗，那乱套了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说你每回洗澡都洗大半天，那热水全让你给用了。那我这边快点洗，我把手捋完，行不行？还是一块儿洗吧。你看我都搓澡巾都带了，正好你还能帮我搓着背上。也不行不行，你干嘛呀？我要洗澡，出去。这也没有门，你给我推出有啥用啊？怕你怕啥呀？我还能湿了你啊？因为我要卸妆了啊！那这也没有门，你老捅咕他干啥呀？你给我保证，一会儿我洗的时候，你指定不进去。我保证，一会儿说啥也不进去。那我去了，去吧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手机落浴室了，我拿你手机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给，慢慢洗啊，老板。不，你不是说洗澡吗？你在那站着干啥呢？你咋不进来了呢？不是咋的，你寻我进来还咋的？哎，我不那意思，我是说咱俩一块洗也行。真的？真的呀，反正你也能说进就进，干脆咱俩一块洗得了。我的妈，你啥时候这觉悟了，老板？走吧，进来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啥？你也过来呀，老板。等一会儿。你要干嘛呀，老板？踩一闪。哎。